授课。各位华人同修，阿弥陀佛。我们继续讲阳宅三十法则。黑洞，黑没有光线。这个呢，早期台湾有战争，所以台湾的建筑物呢，都是要做地下室。三楼以上就要做地下室。在日本时代的八年抗战的时候，在台湾呢，这个建筑法令都要做一个防空洞，但这个防空洞对家里的不是很好，一个住家不是很好。有一次我到一位家庭，一要下楼梯，在地下室里我就跑起来，鬼哭神号，鬼哭神号，叽叽叫的，我又起来，下去又叽叽叫，尖叫的声音，惨叫声音。我问这个追护人家，我说你地下室有关人吗？他没有。我说怎么这耳朵一直听到这尖叫声音呢？他说老师啊，我们好多年不敢下去了，好多年，里面有阴的。有阴的啊，有这个灵魂界的朋友在里面，因为太黑暗，空气不流通。原来那一个房子呢，在台中的，在那个要到大雅楼。一个叫水尾水尾啊，水尾的旁边，那个房子嘞，那也可能以前也是坟墓嘛，坟墓去盖的，所以他们好几栋房子里面晚上叫叫叫叫，后来嘞，怎么办？那时候我也没有学修行，我只能告诉他说，我都感觉了，请示老祖啊。你就要用这个檀香，地上点檀香，把门打开。老师啊，我们不敢进去的。我说你现在不能进来了。有没有檀香？有啊，拿进来。但是老师，我要在后面喽。我告诉你，真的，他要让我走前面，他要走后面。我说你带路啊，不行啦，我带路不行啦，你走前面啦，好啦，电灯给我啦，不坏啦。但是呢，整个身上的阴能弄冰了，我赶快把电灯亮，把电灯开亮，你把这个檀香，把它点燃，他们就会出来了。我说电灯你要关着，不要开着，不要关。他就想赶快隔壁，旁边呢有水电呢，我在那边一起跟着他，再点这个灯，把它装好了。那这事情就解了，不然家里很不平安。鬼祟，最好的方法是檀香。为什么檀香会有效？我们人有一个闻香的四神，在观世音普门品里面叫钱达婆叫闻香的四神。所以闻香的四神呢，当你闻到檀香木，很奇怪，平常的树的那个里面都是直的，牵的是直的，只有檀香它是转上去的。我们停车场那边有一块大树，听说檀香木，我还没有去看对不对啦。它这个呢，
它是檀香一点起来，可以让我们鼻子一闻到了，头脑就会很清醒，会很清醒。一清醒呢，我们就不会糊涂。那么灵魂界的朋友们，我们为什么要点香？点香就是在灵魂界，他们只有一个闻香的四神，眼睛所看的、所感触，他们没有身体上的触觉。灵魂界的朋友没有身体上的触觉，而只有闻香的四神的触觉。所以闻到了，他啊，我原来我是佛，我是菩萨的化身在来。他们闻到这个香，马上顿悟，他就不会在世间上跟人找麻烦。所以各位啊，你们出去参加人家丧事等等，回来哈、哦，那么你们可以把檀香点起来，点起来了，手熏这个烟呢，你把这个。整个身上摸一摸，哈、哦，因为有灵魂界的朋友，他的衣服身上，因为你的香味呢，一擦过去，他们会闻到这个香味，闻到这个香味以后呢，他们会触觉，闻香的触觉，哎，我是菩萨，我不能依附在人的身上，他就会找到自己本来的家净土回去。是这个道理呀、啊！啊，以前我们泽伟法师一样啊，有一次，啊帮人去住院的回来，哇，身体都一直痛，啊，就很难过。我说啊，叔啊，你一边念大悲咒，一边把檀香粉一点点，你可以好、啊、整个身上好、啊、自己压，好、啊、用这个檀香哈、啊、这个来压，好、啊、自己把它摸开。差不多一二十分钟了，或者一口气吐出来了，那好了，大家说，哎，老师啊，很有效嘞。我说以后你们帮人家做佛事的时候，回来最好是这么做。这个就是，也是在化解黑暗，啊，这个地狱界，地狱界灵魂朋友们，他们依附我们身上的妙法。啊，所以各位你们要回去了，在自己的国内呢有檀香粉，若是没有，你们可以在这里买一些檀香粉回去，好放着，等到有帮人去参加人丧事很不舒服的时候，你可以点了啊，你就可以开始啊，哎，保平安呢，比你去打点滴还好啊，比你去什么都更还很好，自己那么一念。一直在这个心这个时候，你可以念白衣神咒，有的念大悲咒，念嗡嘛呢叭咪吽，或者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地藏王菩萨，南无王禅老祖，你都可以，你这样很有效。好啦，我们房子的地下室最好灯都要把它点亮，不要节省这个钱。好，因为呢，灵魂界的朋友，他们都在阴湿的地方，他们最怕阳光，所以一些灵魂界的朋友呢，啊，早上听到鸡在叫的时候，他们就要赶快回去，就要走了，就要走了，不然呢，回不去。回不去的太强了光啊，太强了，一照太阳光一照，他们就赶快要躲到啊很阴湿的地方。所以我们常常会到大的树，哦哇，我早上起来我抱那个大树吸这个气，我告诉你，那个大树都有里面翁亮，里面王娘的呢。好、哦，莫不要会，抱壁鬼抱在那边，他也就抱在树上，你也约他，他抱树上，他反过来就抱你，他反过来抱你耶，这很好玩的。啊，你抱你他怎么办？你哇，那个呼吸过一段时间奇怪，我呼吸怎么有呼没有吸？
这个到这来就是这样来，那你怎么办？赶快檀香魂身上，你要这个檀香魂有效，懂吗？这个也是风水法则。好，那这地下室黑暗无光，点灯，檀香魂，啊，那么然后檀香有空就把它化檀香魂，那好多魂，绝对不会再有一些阴邪。若是太暗了，刚好五黄或者二黑，二黑年运，二黑入中宫的时候，比喻明年是二黑，明年二黑入中宫，今年是三弼，新的年度丙戌年是三弼，三弼入中宫没有事，二黑入中宫就会有事。二入中宫呢，如果地下室太暗，你常常会碰到个孤魂野鬼啊，孤魂野鬼子，哦，会这样来。啊，这个就光线问题，那我们点亮就好了哈。你可以到一个家庭里面，他越节省用电，他的家庭生活越清苦。啊，当然他是很省节省资源，没有这节省资源，但是人的眼睛，我们的眼睛是离火，啊，眼睛所看到的如果太暗了，传入我们视田。进入我们的心田，还是变成暗了，那我们的思想就比较有自私一点，我们的思想会自闭，啊，自闭思想自私自闭，你就没有远观，没有宏观，没有宏观呢，当然你什么事情都不顺啊，一定的道理呀，啊，所以我们都尽量鼓励啊，这个有一些啊，比喻很多店面。很深很深的，那个走廊的灯啊，你一定要把它点亮。以前好多年前，好在埔里，好有一家，我们也是姓罗的朋友，好埔里一家呢，当时我这个姓罗的朋友呢，好他因为事业了了很多钱，好我去看他的祖坟，他的祖坟前面就是水直流。水啊，风水像这样，哗，水一直出去，呼，人家是好风水，好风水呢，啊，结果呢，啊，葬下去，兄弟败了一塌糊涂。后来他就跑到埔里来，路没有那么大，到埔里有一家没有人敢住的，那一家呢很深很深呢，啊，里面有一些灵魂界朋友，啊，住到这里来，晚上睡觉呢。啊，墙上都有好几个哭铁面、笑铁面，还有什么样的七宝什么如来那型啊，日本的七宝什么福神啊，好各种形状都有，哇，怕了要死。但是那时候最落魄的时候，好，他就那边开西药房，他就跟他们讲了，点香跟他们讲，这个家里的这一些朋友们，你们不要。赶我，好帮我做生意。我每年啊大年大节要跟他们祭拜，好跟他讲，哦，生意很好哎，赚钱哦嘞。但是他晚上呢，他睡觉的时候，好多那个灵界朋友在看他，啊，一直在看他。他想要呢，啊，用灯呢照起来要看个究竟。他的脚卡位啊，好装个开关。哎，你看的时候脚呢，就一压开关，电灯一亮，看有没有？啊，又没有，又，哦，有一次呢，啊，他起来后嘛，不管你叫要追他，到走廊呢，啊，走廊的时候把你是衣服啦什么都掉下来，弄干净可以穿。以后呢，他就算了，每次呢，反正鬼看人差不多嘛，啊，看习惯就好了，生意很好。啊，对面他赚钱哦，对面一家人家要卖，他要买的时候给你买，买了搬过去不给你搬过去。啊，开始呢，如果你搬走了，我要跟着你过去。啊，好啊，你过了过来啊，但是隔墙如隔一个天地，灵魂界的朋友，
啊，因为另外那一家也有第一组，他只能去站到你的门口而已，站门口里给你没有生意。灵魂界的朋友是这样，那时候我还没有学到，我只是学，我在测量学风水，好，他真的搬过去了，他们进不去，啊，进不去的生意完全断掉，西药房的完全断掉，多恐怖啊！好，后来又跑出去了嘛，没有办法，又聊了，那么不给他住，所以灵魂界的朋友呢，有时候你，要怎么讲呢？在最落魄的时候，你们要度他，要跟他念经给他。但是有时候我们不懂，好不懂呢？当然，啊，我们不知道怎么做。那时候我也不懂。那栋房子呢，我去看，阴森森的，比较深，啊，比较深的，里面都没有光线，没有光线。灵魂界朋友最喜欢来，灵魂界的朋友喜欢来哦。啊，他们在那边呢，因为灵魂界的朋友，他们呢只有在阴湿没有光的地方，哈，他们才不会被墙内的光把他们照掉了，这很妙了，哈，所以房子我们尽量有光线，嘿，会比较顺利。造就造，不论宅之声望衰死荒，经可打造。啊，经可打造。啊，但声荒望荒，啊，声荒望荒，可避则避。声荒望荒呢，你造有火，会把你的声荒望荒把这气挡掉了。气挡掉，好，那再来呢？灶以火文为重，灶以前的灶有气孔，现在的灶没有气孔，现在灶只有往上冒，是不是？啊，那么有气孔，你就有方向，有气孔就有方向，但是现在有气孔的很少。现在只有往上来，所以我们造荒呢，有的要什么像什么像什么像呢？好，我经过研究几十年的结果呢，因为时代不同了，啊，那你这荒位最要紧。啊，曾经我去看一位，在园林的我们的信徒朋友。把书里那排这样，啊，下面两只脚垫起来。我说：“太太，你这个怎么做做像又是啊？”我一些先生来叫我照相，要像这像。我说：“不对的啦，你这吼过去也不好过去，啊，什么都方便，啊，你这脚完了不安定。”好，你个人又怕人家看你的灶怎么摆这样，那就没有风水了。哦，他对呀，啊，常常把灶翻弄个瞧不到。哦，这我是现在的灶没有喷火口，没有火纹，没有火纹就没有事嘛。啊，以前我们就有火纹啦，啊。我们有火纹，火纹就有方向。好，火纹就有方向。那么这个是无方向的啦，位置要紧。那么这种灶，你在用的，各位，你们要注意哦。现在这个整个重点在主人，在煮饭的主人。好，若是我们一个灶在这边，我那个以前都讲过了，这边一个冰箱，好，因为我们的主人呢在这边煮饭，你这煮饭呢这个会流汗，
流汗的冰箱一打开，气就往来，那你的背后已经酸痛。啊，接下来呢，哦，这一种呢，你就会咳嗽，咳不完，啊，会流产，啊，女人呢，啊，媳妇呢，啊，这都会流产，硬硬都混，啊，啊，那么照，你这样来。哎，我们现在肠管前下面有一个落水孔，水孔，这是耗材，尿急，失控，一定会这样来。啊，我们啊一位师兄，他的妈妈。啊，这个尿失禁四五年，我问他你房子住多久了？住六七年，那你应该会尿急失控，厨房哎，你下面是不是一个水管？那个出水孔？对呀、啊，但是我最近前我听你电视在讲，我把它盖起来了，贴不起来，那没有那么快了，你全部把它贴掉，用那个水泥敷掉。哦，若是你要说洗和难洗没有关系，请人来洗，你的医药钱就够了，你的医药钱就够了。啊、哦，他就回去后，第二天就把它盖掉了，盖掉了。哎，我们这次华为，我碰到他怎么样？师傅，我好很多了呢。我这个，以前呢每天要吃药，现在一个礼拜吃一次药。啊、哦，现在尿急很几乎。可以说很少很少很少了，不然哈啾尿就出来，还没到厕所裤子湿湿了，啊，这是我们的这燥胃，啊，那早年之我们里面有书上以前的我们的祖师爷，啊，的照相像什么像什么像什么像，像一白为水火既济，像二黑呢生出。啊，像三碧的木火通明，像四绿也文曲星，像五黄面向五黄方，但是这个现在灶位没有了，你们在国外是不是很多？啊，若是没有了，我们还是方位要紧。至于方位要紧呢，怎么样才是正确的方位呢？啊，我们呢，啊，下一节呢，下午呢，会跟各位讲解。啊，这个灶位你怎么排？怎么压煞？啊，怎么压煞？啊，怎么压这外面的煞？啊，那灶位除了我们基本的理念、基本的常识以外呢，好、啊，我们这比较进一步、比较高境界。啊，这个啊，爱心方法这很重要的。啊，所以我们要学，就把全部都学好了，我们就可以。帮一个人，你光调个灶，他就会走路，很奇怪哦。我印证过了，啊，好了，我们早上一个课到这里，阿弥陀佛。